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我的时代和我二官宣汇聚顶尖人才。23的王一博凭什么？我的时代和我二终于官宣了，这一次直接官宣了阵容和先导片。不过不少粉丝都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，就是王一博。我的时代和我二是非常有深意的，以华人名人为名人为支撑的现象级的深度视频人物特稿。相信很多人都有疑问，娱乐圈内有很多顶级的明星，为什么23岁的王一博能出演呢？其实王一博还是很厉害的，是带出这就是街舞三冠军的队长，而且还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。23岁的王一博已经经历了很多，节目既然是纪录片，就会用最真实的方式去记录王一博，大家也能更深刻地了解他。其实王一博平时的工作是非常忙的，以至于有不少粉丝都是心疼他的。很多王一博的粉丝都很感谢我的时代和我两节目组，因为这让粉丝有了机会去深刻了解自己的偶像，也能消除别人对他的偏见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